今日一还食，其他老师睇到反白眼，所以今次课改上粤语政治课啊！吓，点解我冇事？唔系啊，我都睇到反白眼。不过就算我睇唔到嘢，我都会继续同你哋上课。你哋一个二个唔使知偷懒啊！开始上课。本期节目由广州话方言词典赞助播出。今期所有政治都系喺入面查嘅，正所谓冤有头。首先是微信的 emoji 一 emoji 千页 emoji 问的，我想知揼骨和捻骨点写，是为了帮老人家按摩，绝对不是为了大保健。朋友，你都几此地无银三百两的，帮老人家按摩要按到用粤语政治的咩？定是你揼揼下个老人家会问你，峰仔，你知不知揼骨个揼字点写啊？我被人揼了咁多年骨，都不知道个揼字点写，突然之间觉得好空虚啊！我唔关事嘅。揼完骨系会空虚啲噶啦，等阵你冇事噶啦。揼骨都未完，竟然仲要捻骨，哈！朋友你又几识叹喎？嗱，识叹肯定系咁叹嘅。不过点都好啦，该教嘅都系要教嘅。正确嘅写法系揼骨同捻骨，而平时我哋成日讲嘅，顺唔顺揼你啦，以及顺唔顺捻爆你个头啦，用嘅亦都系呢个揼同呢一个捻。嗱，学识呢两个动词以后，无论系发朋友圈定系发微博，啲傻。啲文案一定可以生动好多噶，跟住就系微博嘅杨小姐的小葡萄问嘅，请问粤语中不啦怎么写，表示一向向来的意思。嗱，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呢一位唔知系杨小姐定系小葡萄嘅女士，唔系不啦，系不嬲。正确嘅写法系不嬲，经常一直嘅意思。具体用法为：阿琪不嬲都中意拖稿嘅，你哋不嬲都唔瞓觉嘅，我不嬲都咁靓仔嘅。至于点解不嬲会发不嬲呢个音咧？据说好似系同古汉语有关。有研究的朋友仔欢迎评论科普下，跟住就是 B 站的骨子皮比骨子好吃吓、啊，你认真噶？问的想问一下，听我数学老师讲，有个词表示好骄傲自大的意思，读音好像是招积，想查一下政治是乜嘢？啊，呢一位同学仔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几强下噶噃？家阵你数学老师话你招积啊，你仲走嚟查政治，你反省一下先啦、啊、你。正确的写法是招积，有洋洋自得。并无视他人以及显摆的意思。哎，跟住又好得意啦，同样来自 B 站的二些二些 Y 中一二三就问啦。既然有人问招积，咁我就问尖尖。睇到呢一条评论嘅时候，我突然之间有一种做紧服务员嘅感觉。哈，点解你哋问问题问到好似落紧单咁嘅？哈，人叫咗黑椒鸡扒，咁我要咖喱猪扒啦。不过呢、这个同学仔都算几叻，起码佢系写啱咗招积嘅政治。可惜尖尖就争少少，正确写法系尖尖有爱挑剔的、吹毛求疵的嘅意思。有时候。一个人太阉尖，是已经阉尖到黑人憎了。我们觉得只是用阉尖这两个字已经形容不到他的那种黑人憎，我们就会将阉尖升级成阉尖声门。好了，拆好啦，差唔多落课啦。老规矩，有啲乜嘢字唔识得写嘅，喺评论区度话俾我知，我尽量帮你哋查。如果有同学仔已经留言咗好多次，但我哋都冇帮你哋查到嘅，咁你哋就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啦。唔系以前讲过，就系太简单，已经有其他同学仔回复咗正确答案。再唔系，你哋问嘅就系正确答案。我见到好多人喺度问，乱噏廿四嘅政治系乜嘢啊？乱噏廿四嘅政治咪就系乱噏廿四咯。当然啦，亦都有可能系真系查唔到。起码呢一本广州话方言词。字典里面是没有的，那就真的没办法了。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，我们明晚再见，拜拜。喂，做什么你想偷手机啊？不是，你看完月之一二不记得点再看，我帮你点了。哦，唔该晒。觉得我做得啱嘅，记得点个再看啦。